第三个都对耶，队长的出生年月日有人知道吧？那个可以啊，说什么星座？星座，天秤座。三二一，噔！1999，第二位，生日快乐。不知道，就是差一点呗。队长的身高体重，哎，他永远都跟胖虎一样，大概正负两公分。好，那可以。左脚多长？哎，两长的那一只猫，196，马上好。点888，89.77，OK，1947，90了。好，那我们两。192而已。我报太多了。对呀。192.5吧。191啊。那谁最年轻啊？我。那这三位加一分。队长最讨厌的食物是什么？就一个，就一个软软的菜。茄子，第二个，茄子，第三个，没写。我刚才是想小黄瓜，茄子，包完之后就茄子。平常队长来练球的时候，第一件事会做什么？进球时候开门，知道吗？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写什么，就是看默契哦。好，你也错啊。好小心，他是想包饺子。答错扣一分。
下要拿完。有一季是这样吗？你不要玩，你有什么？都对。一进政大的时候，会觉得读书这件事变成生活的一个课题。我自己啊，因为比较不喜欢读书，而且是从国中开始打球到现在，都是体育班，然后生活里面碰到书吧。现在也是。是这样，没有，就是因为选择这里，所以就是会蜕变一下。对，会蜕变一下。那你觉得你们课哪一个就是最有趣？没有最有趣。那你那时候为什么选择？我想看，好像是因为我是成长。然后到我们组，那你为什么会选传播？因为那时候那个传院是大一大二，先去读读看吧，然后再决定喜欢什么再去选。就是上大学以后的重训，有没有让你自己的身材有变化？体态。谁变化最？应该是我的肚子。高中很瘦啊，现在。完全凸起来。那你最喜欢做什么？这个。这个是吃饭哎。觉得每次做完，然后隔天都腰酸背痛的，就很不爽。那你高中到大学就是身材变化？高中跟大学的时候有换吗？就是我从国中到高中嘛，就都一直是7号。去年的8号嘛，改到10号，是因为向我的偶像致敬，就是杰哥。有没有探索到篮球以外自己的第二性？我曾经喜欢拍照，然后我才选。想说这十座可能多，拍久了怎么那么难呢？在高中是敌对关系，那你们对彼此有没有一定的印象？因为高中他们都不笑，然后他眼睛又很没有，我不笑的时候就是看起来很凶，对，他不笑的时候看起来很凶，我就觉得他屌屌，又很壮，然后就这样，然后现在看到他在那傻笑傻。那你觉得谁前后差最多？阿勇吧，就高中是，之后就看他就是乖乖的。然后就是，对啊，现在坏坏的，使坏啊，歪歪，我就感觉最近跟那个之前看到的时候完全不一样。然后你觉得谁变最多？还是你对他自己变最多吧？他自己变最多吧？他说他高中的时候都不用跑体能，然后就人家每次跑体能他都在旁边休息，然后到现在没有，他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，其实都不怎么爱练球。才真正的蜕变。我觉得牙哥吧，从国中开始看他嘛，他们那整队就感觉就是那种气势、气场很强，就会觉得哇，每个球员就是整个很拽拽的感觉这样。然后反正后来认识他，就觉得就是他整个就是跟我想象不一样。因为你们教练是偏年轻嘛。对，青年威哥。威哥就是属于那种希望大家像个家人一样，然后常常聚在一起这样。走行动派那种，就会揪大家一起出去玩，然后吃东西这样子。比赛前的期许，就弥补去年的那些失败。放完假一回来就开始认真练，然后就是时间很长。像最近我们也都开始练3场，就跟高中一样，觉得要提早准备啊，就是真的要去全力以赴这样，然后去面对今年赛季。